那么接着我们来了两位贵宾，台北的前县长周锡伟，虎哥，苗栗县的虎哥前县长刘正逢前县长、立委会长，我们现在邀请刘县长给我们掌声与鼓励，好不好？还有我们虎哥，我们的周锡伟周县长啊，我们苗栗的乡亲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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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利嘎嘎马不隆奶好。各位，我跟各位报告，我们两位哦是同届当县长，所以首先谢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周县长，好不好？谢谢。我想我们今天在座所有的嘉宾，各位所有韩国语的跟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太感温暖，大家好，好，大家安安，大家好，好。我们大家今天来，我们的目的是在干什么？我们是不是要让韩国语，让我们台湾安心，大家发财，对不对？对。我们大家冷静的想一想，冷静的想一想，我们选了一个我们的首长，是不是就是要让我们的国家安定，让我们百姓过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对不对？对。我请教各位，民进党蔡英文当了总统以后，台湾安定吗？安定。我们的两岸怎么样？随时发生紧张的危机，那我们老百姓过得好不好？不好。什么搞得一立一休，搞得我们劳工跟劳方跟资方两边在不能够和谐，这样怎么办？对我们的公务人员、军公教，给我们什么？跟让我们军公教那种不平衡的待遇？还有你看，八年8800亿，钱用到哪里去呀、啊？我请教各位，我们大家过得生活好不好？生活不好，我们要不要来翻转？我们都让民进党下台好不好？好。我们下架蔡英文好不好？好。让我们苗栗，各位，我们苗栗是非常团结的，所以在苗栗，我们一定要有六成五以上的票来投给韩国瑜，让他高票当选，好不好？好。然后让我们的同胞，让我们全国同胞过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好不好？好。我们跟周锡伟周县长，他以前当台北县长的时候，好不好？好。我们当苗栗县长做的好不好？好。对呀、啊，所以就我们所长也一样，大家都要这样努力，大家要选的好的市长，好的这个立委，好的总统，立委也一样。我特地一定要拜托大家，我们海县。我们陈超明，好不好？再叫陈超明立委、那个三线就徐志龙啊。那么在这个地方，谢谢各位，我也知道你们哦，都大家都非常的这个踊跃啊，大家非常团结，我们再团结好不好？好、谢谢大家，祝各位平安、健康、吉祥如意，谢谢，谢谢。好，现在换你，给我们刘县长拍鼓励一下，给刘正宏刘县长一个掌声，谢谢。接下来。邀请一路走来跟你跟我们都一样的虎哥，对不对？我们高声一下，虎哥加油！虎哥加油！虎哥加油！谢谢大家哈！我在这里跟各位预告，明年的1月11号，总统当选人韩国瑜，韩国瑜。我为什么会这样有信心的原因，是因为全国的庶民都站出来支持韩国瑜捍卫中华民国，对不对？对。更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苦哈哈，巴豆逼逼，但是民进党都吃饱了。各位啊，如果以后每一天碰到民进党的朋友，就问他说，
你吃饱没？你吃饱了没有？对不对？碰到蔡英文也问他说：“你吃饱了没有？”但是问碰到蔡英文还要问他一句话：“你今天说谎了没有？”哪有一个人到国外去念书，博士的学位证书也不见了，博士的论文也没有正本，谁去做口试的教授也不知道，然后到了今天说他是伦敦政经学院的法学的博士，问问蔡英文你说谎了没？所以我说蔡英文，大家讲说你说谎了没好不好？蔡英文说谎了没？蔡英文你说谎了没？蔡英文你说谎了没？还有啊，还要问蔡英文一件事，你们民进党真的很会花钱，各位不要讲8800亿钱花到哪里去，南向的政策1000亿，风力发电要超过3兆，现在我们伟大的行政院天天在那边发红包，随便加加起来就有2兆3兆之多，各位知道我们一年的中央政府预算才2兆，蔡英文这一年多的时间跟苏贞昌的行政院就要多花掉2兆，各位我们在下一次再碰到民进党的高官的时候问他一句话说你钱花到哪去了好不好？这些高官叫什么？叫做权贵，因为他抢我们庶民的钱去乱花去买票，去乱花去买票，对不对？对。所以问到下一次碰到苏贞昌啊，或者碰到民进党这些官员，每一个官员你都问他，哎，你钱花到哪去了？好，所以我讲民进党的权贵，你们大家讲说钱花到哪里去好不好？民进党的权贵钱花到哪里去？民进党的权贵钱花到哪里去？民进党的权贵钱花到哪里去？各位，这都是我们的钱呢，都是我们年轻人的钱呢，我们现在没有付完的，接下来的年轻人很可怜啊，找不到工作，工作的薪水不高，然后也没有看到有未来的前途，但是年轻人将来赚的钱里面大部分的税金都被民进党的权贵拿去花掉了，所以民进党真的是对不起我们全国的百姓，对不对？对。其实讲民进党所做的恶行恶状只有4个字，叫做罄竹难书，对不 对？ 对。所以大家问说民进党执政怎么样？罄竹难书嘛，对不对？民进党执政怎么样？罄竹难书。民进党的执政怎么样？罄竹难书。实在有够烂，我告诉各位，现在大家都在黑韩国瑜，今天最新黑韩国瑜的就是说蔡英文把芭乐卖到美国去了。蔡英文说，哎，我很棒啊，我终于把台湾农民最好吃的芭乐卖到美国去了。各位知道这个我们台湾农民怎么种芭乐卖美国可以卖多少钱？各位，几千万，给你1亿好不好？可是各位知不知道蔡英文从美国买的农产品是1100多亿耶，各位他还很高兴，我把芭乐卖给美国人了，但是报告各位，我又从美国人那边买了1100多亿的农产品，各位说棒不棒啊？闹鬼啊，对不？就是闹鬼，我告诉各位就是闹鬼。而且啊，民进党的蔡英文啊一直要抱美国人的大腿，今天美国的末见 AIT 的主席也见了韩国瑜，韩国瑜跟他讲说，因为我现在选举时间不够，我不去美国拜访了。各位有没有勇气？我就告诉你美国人，我愿意跟你做好朋友，但是要做一个公平互相互利的好朋友，对不 对？ 对，我不一定要到美国去接受你的考试嘛，对不对？不像蔡英文啊，买一个 F16 的价钱，
F-16 打不了仗，我告诉各位，早就被淘汰了。现在最好的战斗机叫 F-35， F-35 美国人卖给南韩，美国人卖给日本，美国人卖给新加坡。各位，美国人卖 F-35 的价钱，卖给这些国家的价钱，跟蔡英文买的 F-16 的价钱是一样的，你相信吗？你相不相信啊？哪有这么笨的人啊？哪有这么会拍美国人马屁的蔡英文啊？蔡英文，你去买了一个不能打仗的 F-16， 然后付的价钱是跟最好的美国 F-35 的价格一样。蔡英文，羞羞脸，你抱美国人大腿对不对？你抱美国人大腿有用吗？韩国瑜当选以后，蔡英文就没有用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让一个真正捍卫中华民国，帮我们真正增强国防，守护我们的荷包，捍卫中华民国的韩国瑜，对不对？对。我告诉各位，1月11号，我们一定会赢，有没有信心？有。有没有信心？有。为什么有信心？我刚刚讲的这些还不止哦，还不止哦。民进党做的事情真的罄竹难书，但是韩国瑜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韩国瑜永远跟我们站在一起，韩国瑜就是庶民，就是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当然要支持我们，对不对？韩国瑜可以到处去走，可以坐下来跟大家谈，听大家的意见。蔡英文不敢，蔡英文怕有人会骂他，所以都包围起来，他不敢。但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真正可以走到基层，真正做一个倾听人民声音的庶民，就只有韩国瑜，对不对？所以我告诉各位，这样的韩国瑜才是我们的自己人，这样的韩国瑜才能够苦民所苦，这样的韩国瑜才能够保卫中华民国，这样的韩国瑜才可以造成我们社会的和谐，造成两岸的和平，对不对？但是跟各位报告，韩国瑜一个人当选总统是没有用的。但当立法院，你看看民进党立法院多数的时候，立了许多的恶法，军工教警消的待遇，大法官的同意，跟所谓的国安法的戒严法恶法，所有的法律随他做，过去所有的预算都不容易通过，因为有国会的监督。民进党花掉这么多的钱，立法院的民进党的立委全部丧尽天良，帮他蔡英文投同意票。各位，民进党的立委让他们倒好不好？让国民党的立委站起来好不好？我告诉各位，今天我们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就要把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下架取代下来，然后让我们国会过半，韩国瑜当选总统，让我们中华民国重新恢复和平安定繁荣，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今天我们要介绍我们的立委陈超明立法委员，还有再来徐志龙立法委员，徐志龙立法委员，还有我们公馆乡长曾美露曾乡长，铜锣乡长李内廷李乡长，赵桥乡长我们房天贵房乡长。好，这两位立法委员都是最有经验的，最有能力的，也是最正派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绝对跟我们的心站在一起，所以希望大家支持他们两个双双全垒打，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大家加油，中华民国加油！谢谢，感谢我们周习伟、周前县长、立廷会长给我们韩国瑜加油鼓励，谢谢。我们来给虎哥加油，虎哥加油，虎哥，虎哥，虎哥，谢谢。
感谢我们周县长，还有我们刘县长，以及我们陈昭明立委以及徐立委，谢谢他们都来到我们的现场。